们选了几啊？四。哇，我怎么刚才听到我的声我的名字了呢？哎，先等一下，饺子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的王鹿角，大家可以叫我饺子。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看乌龟的拉票公演，谢谢，耶！王鹿角，谢谢，王鹿角，谢谢，谢谢。好，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了。那个第三个我们是讲过了吗？之前讲过了，第三个讲过了，第二个也讲过吧？第二个好像也是，对，第二个也讲过。那我们就一五来选一个，两个人在一起神同步，两个人在一起，那我们就来，不可以，他们已经讲过了，我们要讲不一样的，那我们就第一个吧，翻过来看看是什么，两个人在一起神同步。哦，听说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会越来越像，很多事情会同步，你们有吗？真的，我觉得真的会这样互相影响。对，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三个就是我跟嘟嘟还有青阳，我们有一个链接小分队。对，我们有个微信群，就是我们会在里面分享就是最近好用的链接，不知不觉我们三个就喝着同样的消肿的薏仁水，然后穿着同样的类似的衣服。对对，然后而且那天呢，我跟库玛一起去拿快递，然后他拆开了一个快递，我说哇库玛谢谢你帮我把我的快递拆开了，因为我买了个手机壳嘛，他说不，这是我买的，真的跟我前一天买的一模一样啊，就觉得 对好神奇哦。林楠已经觉得不对了啊，露娜说你们在说什么，怎么不带上我，你说他应该心里想恨买那些廉价的东西怎么了，不要给我随便配奇怪的花花衣那背心你有吗？你跟白硕你俩我跨越这么远跑我们这边来那我的话，我想昨天吧，出了一个昨天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不会，我不会说山东话就算了。就是我平常一般来说，以前都是我睡得比较晚，他睡得比较早的，然后我们两个生物钟不在一个时间上，然后结果我们昨天生物钟你先听我讲就是然后昨天的时候本来应该是休息日嘛，然后上课什么的，然后我晚上回来的时候就洗完澡泡完澡，很舒服的躺在床上闭眼睛睡觉，因为明天是握手会，我就想我一定要早睡，一定要早睡。然后我12点发完微博，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还睡不着呢，就总有觉得有点事情没有做，然后我以为他已经睡着，所以我就一直在悄悄的在那儿玩手机，结果一翻身看到他也在瞪着眼睛在那儿玩手机，然后就一直睡不着，然后他就说我继续睡了啊，然后我说好吧，然后我还是睡不着，等到天亮了大概4点半的时候，然后我又翻过来看到他眼睛还在睁着，是不是昨天晚上有什么魔咒？我们很多人都失眠了。难道是因为 H 队在一起越待越久，大家感觉都普遍失眠了？早上起来我说怪兽，你睡多长时间？20分钟，你能30分钟，比我还少。对，10点多我就在床上，然后躺着，然后使劲闭眼，然后就是睡不着，特别难过。那我是睡得最多的，我睡了一个小时。好厉害啊！难道我是睡得最多的吗？我睡了6个多小时。我也是睡了6-7个小时。难道我是睡得最多的？放心，我们才是正常的，不要被他们带偏了。好幸福。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种可能是握手会前期的综合症，对，握手会太紧张了，毕竟就一闭眼睛脑中就是呈现出各种饭的脸跟手所以完了完了，他看来我该说什么一样，我该说什么这个算我们最近比较同步的吧。其实我觉得室友真的会这样的，两个人见到家会同时晚睡，就真的是默默的就两个人一起玩起了手机。而且我是属于那种如果房间里面有一点声音或者一点光我睡不着的那种，就有的时候孟阳在那边玩手机，可能手机亮我都能感觉到，等他必须要把手机就是关掉，他要去睡觉了我才能睡着。还好真的，我是睡觉真的很难过的。难怪我每次去你房间都是暗暗的，我以为是你心情不好。不，就是要进入入眠的时候，我就会把房间。我知道嘟嘟为什么这么白了，因为看不到阳光。没有，我最近挺那个黑了，跟库玛比我都黑了个度，我都黄了。你们这些话千万不要在阿星面前说。什么？那怪兽你就是要不要分享一下？对，跟航哥之间的我想听。我觉得我们两个越来长得越来越像了。
哎，真的耶，不是我说吧，很多人都这么说。因为你的知道吗，袁航他化妆技术不是很差吗？有的时候我看不下去了，他的化妆技术简直影响他的颜值，所以我就然后就帮他化了几次。真的，怪兽当时刚帮袁航化，我们觉得哇，突然变漂亮的感觉。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帮阿航化，他都会变得比他自己化的好。对，下次我帮航哥化一下。那还是算了吧。大家再看一下郝婉晴的眼线。对，我到这儿，我每次都被马老师吐槽化妆技术，他也没有化的多。你不要仗着自己好看就随便化好吗？真的是。哎，这句话不错，你终于会说话了。青扬，你们继续说。对就和林楠前几天发生了一件很奇怪，就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热浪漫的升级版。什么？哦，好想听哦！就是有一天我在房间里，我就是说，林楠好热，你把空调开开好吗？然后林楠就说热吗？我来给你歇歇火。难道不是说让你更热吗？拿出了一盆凉茶吗？爸爸给你歇歇火吗？然后热死爸爸了。然后我就说来，我就很开心的说来呀，然后应该说泻火就用广东王老吉，广东凉茶王老吉。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每次都是用很正常的语气说出来，为什么这总是有那种语音？感觉很对得起你广东人的身份，听起来挺甜蜜的。强势广告。我在网上看了一句话说，就是你这样的人在广东是要拿来被煲汤的。我为什么啊？因为长得又白又嫩。哦，什么鬼？我以为你要讲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哎、好油腻哦，你们都。我发现你和孟瑶也有点像。我开始。嗯哼。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在笑点方面。对，真的吗？以前我在那一个休息室里面讲笑话，一般都会听到两个声音，一个是乌龟的，一个是嘟嘟的，还有两个声音。我是你的忠实笑话粉丝啊！林丹、林北、林西、林东，笑点太难了。然后现在就是有时候会加入梦瑶一两首呵呵呵的笑声，我会觉得很欣慰。你们知道青扬的笑声是什么样的吗？我跟你们学。你们这样笑的。就很可爱，笑到特别憨厚，跟长相一样，笑到变形了。好，那我们谁有生日祝福呢？室友，怎么的？我们这边还没讲呢。哦，你挡到了呀？我能挡得住他吗？是，我是三弟的，不好意思哦。两个人在一起久了，我觉得我们队因为每天都朝夕相处的嘛，在我印象中最神同步的是我们队长。不是副队啊，我们队长。我走了。副队怎么就不是队长了？啊，也是也是也是，就是我们。我辛辛苦苦的带你们，只能这样子对我。没事，你继续讲。好，就是我们队长正看着你讲。跟百硕同时叫了王总叫爸，对，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神同步。我们都是子杰宝宝的孩子。怎么能乱认爸呢？对，但真的是。吴彦文，你怎么能乱认那啥呢？小王，我跟你那关系不是，哎呀，对，因为果果要当小王的妈，对，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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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我还是默默的当我的那个影后就好了。你呢？我呀，他刚刚第一个 MC 就说了，就变得很慢。没有，发现丹妮跟那个金明在一起，就讲话有一种东北在一起，对对对，东北上海腔，对对对，东北上海腔。现在就可以现在给大家来一段东北的话，哇，我可以模仿王俊明说话，然后那个动作也是一模一样，就哇哦，就你们给个话题呗。你想说啥都行，你俩在宿舍最经常干啥事儿啊？宿舍就唠嗑啊。哇，怎么办？戳到我的萌点了。然后你以后都讲这个腔调好不好？好，可以啊。我就怕以后我们一个队出去出外务的，哎，你们是东北48吧？我觉得吧，将来如果有了沈阳48。
我们队过去那就抬柱子，我跟你讲，个个毫无那个什么违和感。好，王鹿角，你说。对呀，我觉得我没有被同化哎。首先第一个，我的第一任室友。我觉得是因为你的力量太强大了，你经常因为四川话，因为四川话真的很容易。对啊，我的第一任室友是胡小慧，没有被她同化，因为胡小慧说话有一点，那个饺子我跟你说，就是对她说话有一点这种，我没有被同化。然后第二任是沈梦瑶，我也没有被同化，因为我的手也不大，脚也不大。然后呢，然后第三任室友是 Mio， 好像有点被同化了，因为头变大了。然后就没有什么了。天哪 ，Mio 要是我不能忍。Mio， 我很爱你。真的，我前两天去你们房间嘛，我就床上躺了，不是两个人嘛，然后我都分不清哪个是 Mio， 哪个是你，因为头都好大。好，哎，有没有要过生日的小朋友啊？有的。哦。然后是安迪，是 Milky 1997杠小白宫，然后今天没来了，然后生日快乐，谢谢，耶！还有吗？还有吗？没有了。好，那么美的干嘛抢我的话？我要说，这就是神同步，大家。好，那么接下来有请后面的我们的小仙女们。对。嗨，宝贝儿们。哇，太好看了！你去后面干嘛？陈艺昕，你干嘛去？后面当小仙女去了。那么，哎，请大家一起欣赏下面的这首歌曲《蒲公英的决心》。